这俩人就打上了。小，这小个儿虽然小，那有时候还经常摔跤呢，经常见招呢还，还主动挑衅呢。这小子还，你看见没有？瞅这劲儿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还扑人家呢，最后是咬得落花流水。不敢动了吧？小橘子就是让着他。其实小橘子啊，就是想给它舔毛，舔它屁眼上的屎渣。有时候都是这小子都生气，简直是不知好歹。有时候可气人了，看见没有？有个人又哈屎。干嘛呢？匍匐前进呢，小子。认怂了。地上全是你们俩人的毛。走了，没人理你了，自己玩吧。